让客人来我们家吃，可以每餐都吃得很开心，也代表说用开心素食来提醒自己，每天都要很开心，煮出好吃的东西。秉持着开素餐馆的初衷，林佩云八年来天天早起买菜，对于食材的品质严格控管，就是为了让客人都能吃得营养又安心。就是多样化，让客人有需求，他们比较容易去接受素食呀。然后就是因为想说做素食可以让很多动物免受了那一种伤害跟痛。从福建远嫁来到台湾，独自创业不容易。慈济志工李玲玉是她的邻居，也是她在异乡的第二个妈妈，挑菜、擦桌椅，什么活全都帮。自己没有女儿，只要你用心对待人家，你看你收获的是满满的。然后我母亲节，她有一朵鲜花给我，或是有一小块的蛋糕给我分享。蕴含着爱心，每片叶子挑得干净，加上林佩云的好手艺。一到午餐时间，上门的客人络绎不绝。老板娘你好，我想要红烧面羹。谢谢你。他的面羹呢，就是比较 Q， 比较 Q， 然后那个汤头耶。也是比较浓郁，然后也是比较营养。因为有一些素食可能它你吃起来会比较没有味道，可是老板煮的素食会觉得说你吃素食也很幸福。幸福滋味在店内一角也摆放着大女儿要送给素餐馆里每一位客人的祝福。因为一切都好嘛，就是乌云过后了就会出现彩虹和太阳。最近疫情的关系，然后就想要让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美如、李香黛桃园报道。